有啲啦，新出呢一個甜品，係分別有呢一個紅莓朱古力醬同埋榛果蓉朱古力醬嘅蛋糕，入邊咧會有呢一個流心嘅朱古力餡，上面咧會有呢一個朱古力脆脆啦，同埋會可以加呢一個嘅唔同口味嘅雪糕，上面亦都會有呢個紅莓碎同埋紅莓醬喺度，食落咧酸酸甜甜咁樣，好開胃㗎！